请掀开经本，紧那罗网，记诵第三首看起。佛功德海无有尽，求其边际不可得。光明普照于十方，此庄严王之解脱。这是种种庄严紧那罗王他修学的法门，使一切功德满足，广大清净性觉藏。修这个法门呢，成佛的。那么这正是说明法门呢，无量无边，任何一门呢，都能成就无上道。所以世尊在华严经里面给我们做的示范，对于不同的法门呢，应当要赞叹，决定不能毁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众生呢，根性不相同。佛为了普度一切众生，如果我们说不满意一个法门，毁谤一个法门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就舍掉那一类的众生，那一类的众生呢，没有机会修学了。譬如我们净宗学会以夏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无量寿经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现在在这个世间流通的总共有九种，各随所好。你喜欢哪一个本子，这个本子都是叫你念阿弥陀佛的，你都能得度啊。如果说只有这个本子好，其他的本子都不行，换一句话说，只有喜欢这个本子人得度，喜欢其他本子人都不能得度。这个想一想，是不是佛的意思？决定不是佛的意思啊，这是谁的意思呢？魔的意思啊，魔的意思是希望你们越不出三界越好啊。魔是欢喜，魔子魔孙多啊。你们出三界他就头痛啊，所以用种种方法来批评。反正不能把往生这个路子完全杜绝，现在有九条路去啊，我能够堵一条也就很少人能出去了啊，这是魔的手段啊。他能堵两个道，堵三个道，哦，这往生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啊，他的目的也达到了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你仔细想想，九种不同的版本是不是都是劝你念佛求生净土呢？那就没错嘛。那么先前有许许多多造谣生事毁谤的，我们都知道他是希望你们不要相信这个法门啊，不要念佛求生净土，老老实实生生世世都当魔子魔孙，都被他所统治，
这他就满意了。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，你看看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那么今天我们看的庄严王菩萨，他的法门是佛功德海无有尽，佛在此地是个广义。称性的功德与自性相应的功德就叫做佛功德。佛这个字从字面上来讲，觉悟啊，佛翻译成中文叫觉者，觉悟人的功德是无有穷尽，迷惑颠倒的人没有功德。佛是一个究竟圆满彻悟之人，所以他的功德之大了是没有边际的。现在这个地方关键的两个字是功德。什么叫做功？什么叫做德？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啊！功就是一般人讲的功夫。你修功啊，一定有所得。所以功德这个德跟得到的这个德呢是一个意思。古大德举例子给我们说，譬如持戒有功，十善业这个五戒十善五戒你都能够做得很好，都能做得很圆满，这是你的功夫啊！你决定不违犯，你违犯，你功夫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功不是去练气功啊，那个没有用处的。这是讲内在修行的功夫。你得定呢就是得应界得定所以修五戒十善的目的在哪里，自己一定要知道。如果目的在善果，你是世间法就种善因得善果，这世间法你得的利益小啊，有尽啊！如果你的目的，我持戒修善呢，我的目的不求这个善的果报我求什么呢？我求定慧那你跟诸佛菩萨修行呢，是同一个方向，同一条路了。目的在得定。修定有功，开慧是德你的智慧开了，这个是德。功是修因呢。德是正果你所得到的果这个果报修因正果都跟性德相应，这叫功德决定不是我们在佛门
或者在社会上多做一点好事，哦，这叫功德，那讲错了。啊，功德绝对不是用钱能够修成。啊，诸位一定要懂得。啊，用钱去做，啊，用身外之物去做的，都是福德。福德跟功德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呢？福德了，不能断贪嗔痴。啊，诸位要记住，福德不能断名闻利养。啊，不能够消灭自私自利，功德能。所以讲起轮回生死这个大事啊，禅宗六祖慧能讲得好啊，这个事情啊，福不能救啊，你修再大的福报救不了这个事情啊。世间法里面福报最大的，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大梵天王，这福报最大的啊，还有更大的摩西首罗天王啊，那真的就是众善因呢得善果啊，他得的是大福德了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啊，死了之后啊，还是要搞六道轮回。所以说，佛不能救啊！啊，什么东西能救呢？功德能救。啊，功德难修而易失。啊，很不容易修，很容易失掉。大家也许都听说过火烧功德林啊，一把火就把功德烧光了。啊，你想想看，你要是种一片森林，你要花多少时间？啊，谚语里面所谓十年树木啊，长得最快的。啊，总要几十年的时间呢，才能培植一片森林啊。一把火烧光了啊，戒定慧是功德了，嗔恚之火啊，一发脾气一生气烧光了，功德就没有啊。所以你要问你的功德有多少啊，那我就问你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没发过脾气？那如果是刚才我还说发了一顿脾气，那完了，你什么功德也没有。昨天发了脾气，从没有发脾气到现在，你的功德顶多只有这一点。所以临命终时一发脾气，不全部完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福德烧不掉的，你会带着走的；功德是很容易被毁掉的。所以这个世间妖魔鬼怪就怕你累积功德啊！佛劝人呢，积功累德了，魔很看到这个事情嫉妒障碍啊，他在旁边煽火啊，在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劝你发脾气，哎，你呢就很乖很听话啊，他一劝你，你果然发脾气了，他没有办法把你功德毁掉，必须你自己毁掉啊！他在想方法挑拨你，让你发脾气，让你自己把你自己功德毁掉。这就是佛经里头常讲的愚痴可怜悯者啊！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，
所以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啊，不起贪嗔痴慢，你的功德才能保全了，你的前途是光明的。你要不求生净土，你决定升天。啊，你看你的前途多好。啊，落在贪嗔痴慢名闻利养里面，你现在可以得一点小利，你的前途是黑暗的，你将来要堕三途。聪明人决定不想眼前这个短暂的小福啊，他一定是追求啊永恒无尽的福报。这是聪明人。啊，所以人家一回谤我们看到就生气，这是没有功夫啊。我们提倡专修净宗，特别提倡夏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。找麻烦的人不少啊。而我们怎么样呢？无动于衷。啊，悟道法师有一次在台湾啊捡了一些报纸杂志啊寄来给我，指着名字骂的长篇大论呢啊，台湾同修有一些组织起来啊要反驳要批判他们。我给他说不要去理会他，随他骂啊，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嘛。随他写，写累了他就不写了嘛，不要有丝毫反应，丝毫反应那像吵架一样，两面对吵，越吵越热闹啊，就吵起来了。你这一边吵那一边不吵，吵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，就完了嘛。啊，我才把他们制止，啊，决定不许哭。我们各行其道，我们走的是光明道。如果你要跟他两个对骂，你们两个是一样啊，一般高啊。这是绝大的错误啊！我这个本事是跟我的老师张家大师那里学来的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二十几岁年轻人呢，也是血气方刚啊。台湾那个时候，佛教跟居士教，跟这个基督教对骂。啊，这个报纸杂志，最后还出了书，批判。啊，我们佛门里头也不示弱，也有几位法师出来啊，写得很好。啊，基督教跟佛教的比较啊，我很喜欢看这个书啊，主云法师写的啊。有一天呢，我这个书装在口袋里面，我就见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问我说你口袋装的什么，我拿给他看看，他摇头啊，我说他写的不错啊，我们辩驳的很有道理啊。这样的张家大师笑笑啊，他很轻松的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佛教是七八十的老翁啊，基督教是三岁小孩啊，三岁小孩用小拳头打这个老翁，老翁还生气跟他打一架吗？哎，我一想这个有道理啊，他的比喻比的好。他说不要理他了，社会上明眼人自然会有批评的，我们要批评他干什么？
我才恍然大悟啊，我们对他们的批评、指责、辩驳是错误的，我们输了。为什么呢？跟他一般大，只有一样大的小朋友才能打起架来啊！你看到哪一个五六岁小孩给个六七十岁人打架啊？自古以来，中国外国从来没听说过啊。要懂得，这就是你比人高。那高明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要辩驳的时候呢，那很可怜，我们把自己地位拉下来跟他一样大啊，跟他就打一架，你岂不是笑话啊？万万不可以啊！公道自在人心呐。啊，我们只要做得正啊，《汇集本》里面句句都是经典的原文啊，他不喜欢，我们喜欢吗？啊，必须晓得，在这十几年当中啊，《汇集本》度了许许多多人学佛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反对汇集本，批判汇集本，就是批判今天世界。啊，无数依靠汇集本修行的这批人，你说他的罪过有多大了？啊，我们眼目当中看到他很可怜，他将来就要堕阿鼻地狱。我们对他是同情心的，他已经要堕落，要受苦难了，怎么能忍心再去批评他啊？再去指责他，不需要了啊！他迷惑，我们明了，我们不迷。不但是这个经本汇集，不同的法门，不同的宗教，我们都赞叹，都赞扬。我们知道，都是一个根生的啊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深入经藏，深解义趣啊，彻发谛缘。然后才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同一个根同一个源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，这个源是真实的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世间哪一法不真？法法皆真，法法皆称无上道。你成不了无上道，是你有自己有业障啊。我们用现代话讲，就是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，任何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。这个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。他们为什么只是无量法门随念一法都能成无上道呢？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，他们这些人对于一切法门只有恭敬赞叹仰慕啊，决定没有看到回报的啊。我们眼睛看到不善法门呢，他们都没有回报啊。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圣热的愚痴啊，甘露火王的煞业啊，发作密堕女的淫欲贪嗔痴啊，都能成无上道啊。他为什么能成无上道呢？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
啊，在华严大经里面展示出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。所以障碍从哪呢？障碍是妄想分别执着里产生的。去掉妄想分别执着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任何一法都不是佛法。那佛法是觉悟的法了，不是佛法是迷惑颠倒啊。迷雾之相啊，就在此地啊！这是我们在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里面看到的啊。真正看到明白了，离境诸佛了，你才能做到。不要劝的啊！晓得事出世间。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，自性是佛。那么要问问哪一法不是佛呢？法法皆是如来，法法皆是诸佛。你礼敬诸佛才做得圆满呐。凡夫错在坚固执着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，只有自己是对的，别人都不对啊，合自己意思的他点头这是对的，不合自己意思通通不对啊。不是佛在经上讲的，佛在经上讲的是一个对了一切都对，一切一切，一个错了一切都错，这是佛法啊！你要是迷了一切都错，没有一样是对，你要是觉悟了啊，一切都对，没有一个是错的这些大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！你要懂得了之后啊，你的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啊。障难虽然是有，不碍事啊。障难自己很清楚啊，在过去生中啊，给一切众生结的不善业啊，所造成的障缘，明了了，障缘不散，不产生障碍啊。功德一定要认识清楚，海是比喻啊，比喻是。像海一样的深，一样的广，啊，无有尽的，啊。下面这一句是形容，啊，求其边际不可得。光明普照于十方，这是讲它的功德海的作用，啊，普照于十方啊。佛功德普照十方，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个就是佛法的经典跟教学。经典是死的，不是活的。佛教写文物也是死的，也不是活的。经典文物虽然留在世间，如果没有人讲解，没有人学习，这个经典虽然摆在面前不放光啊。啊，就像金银珠宝摆在前面的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没有人认识，没有人理会它，
啊，时间久了上面都是灰尘，啊，不识货，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一定要有修行的人，一定要有说明的人。这个佛功德海的光明才能够普照十方。啊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如果我们天天在期望有这么一个人来出现，这个人永远不会出现。啊，所以大家要知道啊，天下事有两桩难事情啊，所以登天难呐，求人难呐。啊，你真正明白了，你要回头，求人不如求己。啊，求自己容易啊，求别人难呐。我知道佛法好，晓得了。我要求别人去学习，来弘扬，讲给大家听。人家不肯呐，这个事情难呐。啊，那最后没有法子了，求自己。啊，你们不肯做，我来做。啊，我做你们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啊，所以要回过头来求自己。啊，自己具足性解，儒教修行。啊，帮助大众啊。特别是在现代社会，对佛法产生误会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大家。佛法到底是什么？啊，我们用现代化来讲，大家容易懂。佛法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啊，它不是宗教。现在许多人把它当作宗教，所以佛法这个佛光不能普照十方。啊，佛法不是宗教，是在民国初年，欧阳靖吾居士头一个说出来。啊，他在第四中山大学做了一次讲演。啊，这个讲演当时震撼全国的佛教界。啊，他说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也不是哲学，而是今世所必须。啊，他用这个讲题，这一篇讲演有记录流传下来，这个记录王恩阳笔记的，啊，王恩阳居士是他的学生，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给我们分析，佛教为什么不是宗教，为什么不是哲学。啊，我们从他这一篇讲演里面可以醒悟过来，然后我们再仔细去观察，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是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啊，他教我们什么？
教我们过幸福的生活，过美满的生活，教我们怎样工作，怎样与一切众生相处，所以非常现实的教育，学了之后立刻就得受用，就得好处，没有一句话是空谈的，句句真实。我们要认识它，决定不可以迷信。佛菩萨是谁呢？佛代表我们自己的性德，菩萨代表我们的修德。修因正果，这个人就是菩萨，就是佛。没有圆满的时候称菩萨，圆满就称之佛，没有迷信的。那么说到修功，佛在经论里面说的非常非常之多。我们后代的学人只要选择一门适合自己程度，适合自己现在现前的生活环境，认真努力修学，一门就能通一切门，就如同我们在这个经上现前所看到的。任何一个法门只要贯通了，就能通一切法门。这是华严大经上常说的一即一切，一切皆一。他这个一不是专一，不是独一，是任意。任何一门你真的要是精通了，事出世间所有法门你都贯通了。为什么？它同一个根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不只是禅宗明心见性的，明心见性就根找到了。原来事出世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。你现在明心见性，你彻发谛愿了，你不会再会去分别了，这个分别念头起不来了。所以事出世间任何一法你只要深入去探讨找到它的根源是一个，全就通所以我们对于世间所有宗教，我为什么那么尊敬？我知道是一个根嘛。你现在不能认同我不要紧，你在你的经典再深入深入再深入，你真的找到根了，你就晓得我们是一家了。像一棵大树，我们不同枝干，同一个根本呐。你不知道根本呢，你这两个树干会对立。你再往下去追究的时候，找到跟同一个根本，这个对立就没有了，就消除了。每一位同修都很熟知
佛在经上常讲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呢。那个十方三世佛，意思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啊，过去已经成佛的，现在已经成佛的，这个没话说啊。未来佛是谁呢？未来佛是一切众生。啊，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。连蚊虫蚂蚁也是未来佛。啊，你要是杀一个蚂蚁，你就杀一尊佛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是未来佛。那这个蚊虫要来叮你，来吃你一口血的时候，正好我供养佛啊，供佛啊。那供佛你为什么就欢喜？那蚊子叮你什么就不欢喜呢？你都没想到他是未来佛。啊，理应不是供养啊。那怎么可以赶他走啊？这个道理谁懂得？啊，谁知道？诸佛菩萨知道。啊，诸佛菩萨教给我们，我们想不通。为什么想不通呢？我们有分别。哎，那是佛，那是菩萨，那是蚊虫，那是蚂蚁，我们有分别嘛。啊，他们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是一。我们有分别，就一变成了无量。那人家没有分别的时候，无量就变成一。啊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我们觉悟了，我们的光明就普照于十方了。光明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光明。啊，诸位念地藏菩萨本愿经大家常念的。啊，你看佛放光啊，就设了这个十种光明。啊，这个大光明云呢就设了十种啊。十代表无尽的，不只是十种啊。啊，这个里面有慈悲光明云，有智慧光明云，啊，有禅定光明云，有布施光明云，有持戒光明云。佛功德海里头，每一样都放光啊。啊，照十方，利益十方。啊，十方众生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他觉悟。啊，那么在佛就是教化十方，感化十方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庄严王菩萨他学得很像，学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修学的总纲领是四十六度啊，四十总纲领啊，每一条里面细行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海。啊，我们要做。啊，你不肯做，佛无量功德你一个功德都没看到。啊，你都体会不到。
只有认真去做，去模仿，逐渐逐渐的发现。啊，展开经本的时候，意思懂了。哦，知道哦，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。啊，你才能体会得到。如果你不肯去做，啊，不认真努力去做，你能够懂得的都是字面。啊，而且跟你说，字面的意思呢，意思还不懂。你只是能读能念而已，什么意思不懂啊？如何能将真实功德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？啊，这个做不到了。啊，所以佛法决定要行。啊，华严三圣的表法，啊，华严里面的佛是毗卢遮那佛，化身佛，啊，这是说到自信的本体，啊，从体其用。用两位菩萨来做代表，啊，从体起用，普贤代表行，文殊代表解，啊，皆行并重，并重里面又偏重行门，这经上世尊跟我们说的，啊，普贤为长子。文殊为庶男啊，啊，这两个排列，普贤排在第一了，文殊排在第二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特别重视行门啊，把行门摆在第一，你要晓得这个意思啊。我们看到每一个宗派他供养的这个佛菩萨像，就知道这个法门是解在第一还是行在第一，你一看就晓得了。华严是行门摆在第一了，你不去做怎么行？行能帮助解，解又能够提升行，行解两门相辅相成，啊，不断的向上提升，这才能彻发地缘正无上道。再看底下这一首，如来大音常言唱，开示利诱真实法，众生闻者贤信曰：“如是猴圣能信受。”愿以猴身菩萨，他得的法门横出一切愿意身，令闻者立优步解脱门。这个法门
我们尤其要重视了。啊，要懂得学习，为什么？这是言语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最多的。啊，菩萨的言语有一个最高的原则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爱语啊，真正爱护一切众生啊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叫别人提心吊胆，叫别人听了担心，听了忧虑，你不叫害人吗？这我们要学习。那我们看到一切众生有灾难来了，有灾祸来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也要给他说明，也是用爱语啊，给他说明，帮助他解决。这是真实爱护他。我们自己所作所为就像菩萨一样，都是为一切众生消灾免难啊。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里头，处事待人接物，点点滴滴啊，怎样替众生消灾免难，我们晓得灾难从哪来的？事出世间法，总不离因果报应。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，是从不众生不善业来的呀！一切造众生造作不善业，所以才招来惹来的天灾人祸啊！我们必自己必须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能够止于至善就能够消灾免难啊！他的灾难是他有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言行啊，这个用现代物理学上的比喻大家容易懂，那个不善的念头行为波动啊，不好的波啊，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止于至善，这是很好的波，非常平静的波啊，善良的波，他那个波是很凶恶的波，不好的波，我们用这个波去冲击他啊，虽然不能将他那个波消灭啊，但是这个冲击决定有影响啊，他的速度啊慢了一点了，他那个浪啊小了一点了，啊减缓一点了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一个人修行怎么能帮得上他的忙，哎，真能帮上他的忙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真能帮上他的忙啊。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。一百个人当中有90个人是恶心的，恶念啊，不好的这个思想波，有10个是至善的，就能够让他那个不善呢不会发作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劝人为善啊。
啊，善人多了啊，这个灾难就化解了。啊，善人少，虽不能化解呢，就刚才我说的了，啊，他的时间会推迟。啊，这个灾难呢，程度会减低。啊，这是肯定的，我们做的是个好事，不是坏事啊。啊，别人是毁谤、嫉妒、障碍。那是他无知，我们对他好他不晓得啊，他还要来留我一想象，我们决定不能责怪，不能看到哎呀，我对他好他还这个态度的，算了，不要理他吧，这是错误的啊，不能说见死不救吧啊，我们还是要救他啊，总有一天他会明白，他会醒悟过来啊，我们过去对他的好意善意。经文第一句，如来大音常演唱。经本里头有时候称佛，有时候称如来。我们要晓得这个不同的称呼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意思相同的，那他就有错误啊！为什么同样一桩事情常常换称呼、换名词啊？那这个也不是好文章，不是好言语啊！我们知道佛经确实是第一流的文章，最好的言语，他这个称呼变一变，决定有不同的意义。那么一般讲称佛是从四相上说的，称如来是从自性上说的。就跟后面呢普贤菩萨的身愿意思相同啊，你看第一愿礼敬诸佛，第二遍呢称赞如来，他名字就换了啊。诸佛是从四从相上讲的，决定要礼敬，决定是平等没有差别的。可是称赞呢有差别了，称赞如来，不称赞诸佛。啊，如来是从性上说的，是从理上说的。这个称赞呢，就是看你的言行合不合理，合理我称赞你，不合理不称赞你，那就有差别啊。但是礼敬呢，没有差别，绝对没有分别。好人我礼敬你，坏人还是礼敬你，啊，绝对没有差别。可是赞叹呢，好人我赞叹你，坏人我不赞叹你，啊，但是绝对没有回报，只是不赞叹而已啊。啊，差别就在此地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完全要与性德相应，长是不断不间断的，演是表演啊，下面这个长是通达的意思，没有障碍啊。啊，清凉大师解这部经里面跟我们讲的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吼声菩萨，
跟释迦牟尼佛用的方法相同，以音声教化众生啊。文殊在楞严会上为我们大家选择法门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，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啊，所以诸佛菩萨一切圣贤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，都是用言说言教，这个地方众生耳根很利啊，所以用大音呢。开示利诱真实法，开是开启，所以是顿开茅塞。示是指示，开是用言说，教导我们；示是做出榜样，做出示范，做给我们看。做的是什么？说的是什么呢？利诱真实法，利诱就是利苦啊。无非是教导一切众生利苦得乐的方法，这是佛教。如果我们带给众生是犹疑不决的，我们就错了。我们带给众生的决定是肯定的，断疑生信。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决定帮助你明心见性，这是真实。如果这个方法不能够帮助你明心见性，对明心见性有障碍而没有注意的，这就不是佛法了。我们也晓得佛说法不少的分量是全说，方便说，那方便说那就不是真实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升起疑惑，过错在我们自己。佛的方便说也不利真实。换一句话说，它是什么方便？真实的方便。这个方便可以通达真实。我们要这样去认知啊。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跟大家讲啊，方便说啊。这个方便通入真实啊。你细细思维佛所讲的道理，细心去体会。你把这些道理落实在自己生活工作里面，那就是依教奉行。你就能够体会到真实，其如的真实。所以佛的方便是真实的方便，方便的真实。二而一，一而二。这个一定要懂得。众生闻者心信悦。众生听了欢喜，
由此可知，现在世间人虽然是听骗不听劝，认假不认真的，可是你要是有真东西劝他了，他还是欢喜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还是有良心的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个就是明朝时候王阳明先生讲的，人确确实实有良知啊，而是他自己不知道啊，做坏事情的人，无恶不作的人啊，听说人家讲人有良心呢，他跟人说我没有良心，不是他没有良心，是他被恶业蒙蔽了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有个良心。啊，王阳明先生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啊，他一生当中啊，提倡致良知。提倡知行合一啊，现在讲王阳明哲学的时候，这两个是重点其实他这个学说全是从佛经里面学到的啊，知行合一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解行是一，解在行中啊，行在解中啊。行解不二啊，就是他所讲的知行合一。良知必须要有方法，有善巧，把它引出来啊！啊，自己肯定了，本着良知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良知是就是佛家讲的真心。啊，这个世间人用妄心，你能够觉悟回头，用真心。啊，真妄的理，佛经上讲的很多，可是很难辨别。啊，所以我们初学的人辨别应当从四相上去看，啊，就比较容易体会到了。啊，这是世出世间圣人常常告诉我：为自己是迷，是思；为别人、为大众的是功。啊，那么从这个粗浅思想当中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为利益社会大众，这个接近于真的。啊，不是真心显露，但是接近，这是向着真心走。如果念念呢？还是为自私自利啊！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先考虑对我有没有利益，这是迷，这是不觉个人修养啊，关键在此地。
家庭兴衰的关键也在此地。乃至于你在社会上，公司行号，甚至于国家政府，兴衰得失的关键还是在此地。我们一个国家领袖齐心动念考虑到与我的国家有没有利益，与我国家有利益，与别人国家没有利益，他去干，错了。这用的是妄心的。如果圣人作为国家领袖不一样，他起心动念想到与我国家有没有利益，与别人国家有没有利益。与我有利益，与别人国家没有利益，他决定不干。凡圣觉迷的差别就在此地。儒家教学讲知欲至善了。能立业了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才叫做至善。对我这个地区，我这个国家有利益，对其他地区没有利益，这不是至善的。像我们同一棵大树，我常常用这个比喻。我们这一枝繁荣呢，别的枝枯死了，不叫至善。同一个根生起的许许多多枝干，个个都茂盛，个个都繁荣，这叫至善。所以度华严确实，你真正读进去了，心量就脱开了。华严经帮助大家脱开心量，让我们起心动念再不为个人想，不为我一家想，也不为我一国一个地区想，你念念一定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也不是为我一个地球想，专门想一个地球，不顾其他星球。这个科幻小说里头还有星际战争啊，还是很可怕的，还是很麻烦的。必须把爱心，把这个慈悲也、仁慈博爱呀，要扩展到虚空法界。星际当中啊，也要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这个是大华严，这个是大风光。只要用真诚的心，没有一丝毫欺瞒众生，完全顺从佛菩萨的教诲，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真干。基本的教诲十善业，这个十条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不能够离开，都要坚守啊。到等觉菩萨也不敢轻视啊。不但不轻视，菩萨的位置越高，
做得越究竟，做得越圆满。你不肯做，你就不能入佛门。好像啊，这是佛门的入场券一样。门票啊，你拿不到这个，你就进不去啊。你学佛都在门外。里面种种庄严，你无法想象，你见不到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十善业是多么重要。它排在第一个科目。佛教人修学第一个科目是净业三福。净业三福三条，它摆在第一条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所以佛教化众生叫什么？就是这一条里头的四句。四句里面，前面两句是目的，后面两句是方法。所以佛教人没有别的，就是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而已呀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慈心，这是佛家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心这是本呐，修十善业那是门呐，那是方便门呐。什么叫慈悲为本？什么叫方便为门？在这第一条四句，就给你解答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不从这个方便门，你怎么能入得进去？我们今天学佛，学了多少年了？对于一切众生，这个爱心生不起来，慈悲心生不起来。别人有苦难的时候见到了，还是麻木不仁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等到人家提醒你，哎，那个人很苦了，去帮助他，这才想到，都迟了一步啊。为什么不能只主动地觉悟到？慈悲心生不起来，为什么生不起来呢？门没找到。没有去修十善业嘛，门没找到嘛，你慈悲心怎么会生起来？所以起心动念依旧是自私自利。于是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这个十善这十个门重要啊，太重要了。入佛门从哪里入啊？就是这十条入。这个十条你要是没有好好的去修，你永远在佛门之外，道听途说而已。佛门里头究竟是什么回事情，你一无所知。你天天在猜测，在胡思乱想。越想越模糊，都想错了。所以你要晓得哪里是门，怎么进去。这就是真实法。只要是真实法，迷惑颠倒的众生
造作恶业的众生，他们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也生欢喜心。纵然他不能回头，他也欢喜。欢喜慢慢就接受啊，好好的去教导他，去诱导他了，没有不能回头的，没有不能入门的。因为佛所讲的不是别人，释迦牟尼佛讲的不是他自己，阿弥陀佛讲的也不是他自己，是谁的呢？是自己的心得。当人的心得，这才能真正叫众生闻者显心悦。如果讲的是他的，不是我的，与我不相干，我的欢喜心还是很难生得起来啊。他所讲的字字句句是我们自己的心得，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，现前是迷而不究啊！这在感激他，幸亏他把我点醒啊！原来他有，我也有啊！他不比我多，我也不比他少啊！怎么会不感激？那么诸位要真正想入佛门，入自己信德之门，你要懂得方便啊，要懂得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这两句话了啊，你就有门可入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